小朋友你好，你看我身后就有我们今天要学的疯字哦，一起来了解一下疯字吧。听，是风吹动了风铃，真好听。小鸟听到了声音，也飞了过来。我们可以把疯字想象成一个漂亮的风铃被风吹动，一只小鸟落在上面的样子。风来了的时候，风车会转动，柳枝和小草也会随风摆动。后来，人们便用风来表示影响一个地方习惯的风俗。风字可以组成的词语有很多哦，比如风雪、风车。咦，我在空调遥控器上也发现了风字哦，风速。嘿，你看，风味发酵乳，这里也有风字哦。风字还可以组成词语风雪、风车，你记住了吗？快来试试吧。